仔放甲冰冰冰冰，因个不离高，青虫更高，干嘛做更入去内底？有人怎样安尼被蹦掉伤，送去急诊室。双手甲双脚拢烫着伤，包纱布，搁碰拍，大家拢跟他乒乓遐尼大力，二度至三度的烫伤。王先生去年五月参加甘道江妈作为教警到光桥，跟他请假甲底裤怎受伤？我的轿子是推在最后面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前面有鞭炮。推过去的时候，就是鞭炮炸起来了，就瞬间就觉得那个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烫到。王先生表示，迄天甲朋友约要去照镜看头日，当着你班调一人主动邀请伊去光桥，而且讲好妈祖的主桥未接炮，结果伊煞被烫着伤，前后开三间刀，事发了后，即要一冬拢也未好哩，搁只控庙方拢无甲关心。办单位不是我们关渡宫，所以我们也不认识这个受伤的这一位民众。地方来恭请妈祖去绕境祈福。我们站在地区的庙宇上，我们是有赞助他们有一个午餐。不是你办公室主办方准备的，也不是关渡宫准备的，是那个一些我们关渡宫妈祖啊的信众啊自发性准备。李长萨克民众跟道公萨克李办强调，主办方是李办公室，甲庙方无关系。安尼萨来萨去，受害者是要甲送托公道。民生新闻台北报道。